现在是什么泡沫？是没看到泡沫。哇，那吹风机好大一个。哎，待会可以找天窗。好了，开始在。好像有带点泡沫，哦，很多管子，高科技的管子就是。哇，一瞬间呢，全车就是都泡沫了。它这个好像是去 bug 的，去 bug。是开始刷车头，绿色很恶心，好像怪兽喷口水啊。对啊，我是记得那时候雨刷水用绿色的是去爆炸。哦，因为那些虫呢都是在车头，车头啦，车窗啊之类的。所以它就是特别一直滚。对，滚前面，因为那个虫都是撞到前面。嗯。好像是 silicone 的，刚才看到。是。它现在正在滚后面。前面的车头洗到后面的屁屁，我把我的贴纸都洗掉了。没关系，那上面是在哪？滚车底，滚车底，哇，好像暴风啊！对啊，下大雨就是把车子洗。哦，感觉车窗好像变亮了。你平常都只是靠雨水洗车嘞，它那个灯只是装饰。对，它那灯应该有，就是让你觉得很有心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它应该多装一些。只是不想看到，又是泡沫。对，另外一种的 agent。现在是洗另外一种的，它方向灯都不会烧坏。那后视镜呢？后视镜，又是在洗。它顶部的那一个去哪了呢？这里啊。哦，它用了虾去。Thank you.
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？又在洗屁屁。车头洗的还是洗屁屁？嗯，不错，不错，好品质。贵是贵一些，但感觉得出来它刷的力道。反正偶尔一次。喷水。喷小水。小绵绵细水。应该就是蜡车蜡水。在喷水啦，喷水啦 ，Go！ 好啦 ，Go 啦。够了。他不说够，你赶快去吹啦。哦。那个是什么？